它主要是新加坡船厂委托那个江苏江南造船，他帮他造的，目前是第一艘这个，然后他预计要做25艘，预计要这样。一样也是这个那个吗？这种类型。对，全球叫做它的类型叫做 LR2 啊。那所以它包括这艘做25艘，还是做好了再做25艘？那目前交2艘啊，目前交2艘有在跑的啊，还有其他的23艘会陆续交啊。借我过一下。那这一艘跟刚刚那个 LPG 是首航啊，这条是首航。对，因为我看那艘好像之前没有来过，所以想说应该是新第一次来。这是那个它的货主啊，EPS Tank 是它货主，有 Power by LNG 啊，它是。这两颗有载东西吗？是它船体里面有载？它船体跟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燃料箱。它船体它主要是载成品油。等于说它可以在上面尿就对了。你看乌克兰图啊。对啊，我看刚刚有看到。那个马克新要去那个宁波北仑舟山港，那这烧了，这一条要去新加坡，他知道大概多久还要再回来一次？我不晓得，大概4-5个月。他这是哪一个航线？他没有航线啊，他是不定期停靠的呢。那高雄港，他这个不就算是加靠的还是？没有啊，那个算它比较算是临时装载。